大家好，我是树乐团的贝斯手小瑞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Anibal 孤弦。那我所使用的弦径是50105啊，但是因为树乐团的歌有使用降弦，所以我的第四弦是换到110。那孤弦的特色，最明显的就是它的高频很清澈、很干净啊，中频非常紧实啊。这样中频紧实对于你玩 rock 或是 metal 这种比较重型的音乐是非常非常适合的，因为它可以让你的声音是非常的有压迫感，然后是紧的，不会是松松软软的，对你玩重的音乐是非常适合的。那接下来我会示范一些乐句来让你们更了解孤弦。